OK， 我们刚才浮潜了一会儿，然后现在看到好多漂亮的珊瑚，因为我不忍心踩到它，我把脚还划破了。叮叮叮，到家准备先吃点东西，然后刚才领了点饭，然后呢吃饱了准备拍点照片，就是因为视频剪出来太慢了，就是不能及时更新状况，我俩还是要稍微拍点图片，然后发给你们看一看。看一下啊，炸鸡。稍微快点，我觉得你这速度有点慢。来，意大利面，然后呢？这个是类似于炸鸡的物体，就炸的。对，一盆蔬菜，我已经看到，都是花科类的。哦，这还有汤，白菜花和西兰花，然后米饭。张晶要冲碳，这大米饭真的太适合他了，因为他要皮脂低一点，他要把皮肤的水分吸干。小香蕉。嗯。是芭蕉吧，小芭蕉刚吃完啊，因为我们刚才去浮潜，因为我们刚才去浮潜了一会儿，然后呢我们之前在船上认识一位新朋友，他给大家打个招呼。那他妈妈抛弃他，然后把他一个人扔到了那个普吉，然后呢我们刚才认识了，准备一路一起玩，但是我们去浮潜了，没有陪他一起吃饭，我非常内疚，我自罚一口饭啊。那然后刚刚我遇到个小姐姐，她也是一个人吃饭。是吗？啊，她遇到个小姐姐，那就不能给她机会让她一个人吃饭了，那我们要去陪她。刚才我们吃完饭，然后呢想把饭盒都放到这个容器里，然后呢我发现同样的东西放不回去了，然后呢原因是这样，我是这样搭配的，她说哎还差了一个桶，这个桶怎么放进去呢？后来我发现这是道数学题，有个游戏叫花容道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。这样刚刚好 nice。 OK， 我们第一个岛玩完结束了，我们准备去第二个岛，去哪个岛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跟着那个大家伙走就行。然后应该是要浮潜了吧，他要浮潜了。其实我们刚才没有让浮潜，我们也积极去玩了一会儿，对，潜了一会儿，然后还把脚割伤了。好，真假，真假。OK， 然后大概也就开了五分钟，然后我们就来到那个专门浮潜那个地方了。好像是的确是比我们刚才在四号岛外面那个沙滩上要水要清澈很多，所以我现在就换装备就准备下去了。OK， 刚才在那个浮潜的地方，然后我们跳了跳海，现在我们又来到一个另一个岛，然后要继续啊九号岛继续浮潜。然后说里面海龟会特别多，不知道一会儿我们下去拍能不能拍到海龟呢？我们一起去看看。
还要再爬个10分钟20分钟。那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拍照的地点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到这个山顶了，后面就是他们说的一个什么风帆石，应该是。现在应该是下午3:11，又到了加餐的时间。那出门在外呢，身为一个肌肉块块呢，加餐当然必不可少蛋白棒了。那这次是肌肉科技的老款的那个蛋糕味的。OK， 然后我的打折码在下面，打折码啊，有优惠，还会送杯子什么之类的东西。OK， 我和张晶现在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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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世界亮了，我俩现在坐那个大巴，然后回酒店，还要经历一个半小时的车程。我们回去第一件事就是吃饭，吃完饭，然后以后呢，到时候就不知道了。OK， 我和张晶已经回到酒店，而且我们已经换好衣服，还冲了一个澡，因为从刚才那个游轮上，不是游艇上回来，然后身上还是带一点那个沙子什么的，冲掉了，然后洗干净。我们现在去吃晚饭。不过前面都是那个海鲜的大排档，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决定去哪家吃。